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 Chinese 拼音 tone marks，拼音声调符号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声，也叫做音频。我们以汉语拼音的啊为例，读一下，第一声是平的，读作啊。啊啊，第二声也叫做阳平，声音是向上，啊啊啊，第三声也叫做上声，声音是先向下，再向上。啊啊啊！第四声也叫做去声，声音是向下。啊啊啊！下面我们一起来连读一下。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汉语拼音声调符号应该标在哪里呢？掌握下面这四个规则就行了。规则一：汉语拼音当中的元音啊、o、呃、一、u、吁，按照这个优先顺序排队。把声调标在最优先的那一个元音上，因为在一个字的拼音当中可能出现几个元音，找出最优先的那个，标在这个元音的上面。我们现在先来举两个例子。第一个是月亮，我们先把月亮的汉字写一下，撇、横、折、钩、横、横。亮，点，横，下面是一个口，横撇，撇，横折，弯钩，月亮，月亮就是英语就是 moon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把声调先不标上去，我们把拼音写一下。月，了一样亮。我们先来看一下“月”字的拼音，出现了两个元音，按照 a、o、e、u、u 的优先顺序，我们发现 a 是比较优先的，所以我们把声调符号标在 a 的上面，以月月。亮的话，我们这边也有两个元音，我们把啊是优先，所以把声调标在啊的上面。第四声，月亮。接下来我们要举的例子是旅游，我们看一下旅游的旅，方字旁。右面是撇、横、撇、竖、提、撇、捺、油、三点水、横，中间是一个方，右面是撇、横、横撇、竖钩、横，旅游。旅游就是 travel。我们先把旅游的拼音标上去，把声调先不标。乐语，io。我们看一下"旅"字，
当中只有一个原因，所以我们不用考虑，直接标在 u 的上面，是第三声 le 语吕。但是在游子当中的拼音当中有两个元音，o 就是排在前面，所以我们把声调标在 o 的上面，第二声游，一 o 游，旅游。下面我们来看规则二，当一和乌连在一起的时候，谁在后面就标谁。我们来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是开会，开横横撇竖会撇捺横横撇折点。开会就是 meeting，我们把拼音写出来，k i 开，和谓会。那么开的话就是没有 i 和 u，所以我们选优先的那个元音是 a。标在啊的上面，k i 开第一声，在这个会字的拼音当中，一和乌就连在一起，我们要选择写在后面那个，把那个，因为这里是一写在后面，所以要把一上面的那个一点，一个小点去掉，改成一个声调，这里是第四声。和谓会，开会。下一个例子是河流，我们先写一下河流的汉字，三点水，右面是一个可，流也是三点水，撇竖竖弯钩，河流。River，拼音是 h e 了有。我们看一下，盒子的话只有一个元音，所以标在 a 的上面，h e 和第二声。那么在流字上面，一和 u 就连在一起了，我们要写在后面那个元音上面。第二声，流，河流，河流。规则三，声调标在一上时，一上的点要去掉。如果不是标在一上，一上的点要保留。其实之前我们的例子当中已经有涉及到了，这次我们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规则三。第一个是历史，横撇，横折钩撇，史撇捺，历史 history。了 e，我们看一下，原来是一个点，但是呢，因为它这个声调要标在这个 e 上面，所以我们要把点去掉，换成一个声调，这是第四声。了 e 立，使，使，使字。也是那个一上面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上面那个点就省掉了，直接标上声调，使第三声，了 e 立，
史史，历史。下一个例子是完美，点，竖，横撇，横，横，撇，竖，弯钩，完，美丽的美，横，横，竖，横，横，撇，那，完美，就是 perfect。完的拼音是 u an 完，美 m a 美。那么看一下，在我们这边注意一下，这个美是因为声调不是标在一上面，所以一上面这个一个点是保留的。完美。规则四。轻声不标调，除了四种声调之外呢，我们有第五种，就是轻声，读轻音，是不需要标声调的。我们来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是桌子，我们写一下，桌，下面是一个木，因为古代的桌子是用木头做的。桌子，桌子就是 table， 拼音是 z u o 桌子。子是轻音，所以这个一上面是保持原状，没有任何的声调。桌子，桌子，这个子就是发声比较轻，所以叫做轻音。第二个例子是妈妈。我们写一下，妈妈，女字旁，妈妈是女性，所以是女字旁。右边呢是一个马字，取其谐音，妈和马比较接近。妈妈，两个汉字是重叠的，这叫叠字。妈妈。mom， 拼音呢？我们来看一下 ，m a， 妈，第一个妈呢是第一声，妈拉的比较长一些。第二个字呢，叠字的，通常叠字的第二个字就是轻音了，妈妈，第二个妈字就是读作轻音，所以看一下，在这个啊上面没有任何的声调。读作轻音，妈妈。 Okay, that's all for today. 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